我们前面其实也跟大家梳理过啊，我们去梳理了这个法国 CNIL 啊，包括这个英国 ICO 啊这个 EDPB 啊，其实官方的一些版本我们都给大家做梳理啊。那当然也会去跟踪国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出境的，比如安全评估啊、标准合同等等啊。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去梳理，比如说这种英文版啊，这也会给大家去提供啊，包括一些法律的一些英文版啊，这个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产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还要这个抽奖的二选一的另外一个就是张达英的这个企业合规体系搭建的15课12讲啊。那么目前呢已经正式上线，已经开始上传第一讲啊。那他呢，张老师呢，主要是一个药企的合规总监啊，主要教大家从零到一怎么去搭建企业合规体系。那么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个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啊。那么具体呢，分成12讲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这个搭建。这个价值呢也是699啊。那么今天呢也是用来抽奖啊。那么二选一啊，那这个抽奖的这个时间呢，在龚律师讲完以后啊，在 Q&A 之前啊，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等到那个时间啊，也就是说，你待会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直播室，然后呢，你输入我们指定的这个关键词啊，那么才可能获奖，好吧？那么所有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就是放在我们这个小鳌通的这个合规研究院上面啊。那么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些会员卡。啊，那么这个最后呢，说一下这个会员卡啊，我们有个年度会员，是会把我们的所有的这样一些课程啊，包括这个张达英老师这些课啊，大概这个所有的这些课啊，都在这里面啊，所有的这个课程都在里面，大概20-30门吧啊，包括我的这个2门课个保法和这个数万法实讲啊，也包括李文龙的比较受欢迎的 GDPR 的这个精讲啊，从基础班。啊，那么还有一个课呢，就是 GDPR 的高级班，啊，精读基础班的主要讲的是 GDPR 的一些通用性的一些知识，包括它的渊源啊，包括它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个 GDPR 的高级班呢，主要是从这个每个条文啊，分别来做一个回应啊，那么是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总共68讲啊，更新了大概。一年的多的时间啊，那目前接近于尾声啊，那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推荐啊。那么整个的会员卡呢，是既包括这些课程，也可以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圈子啊，全包括的啊。有需要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啊去沟通啊。我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展开了啊。好的，那我们。龚律师，要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龚律师，哎，好，能，哎，继能续看吧。到我吗？哎，现在，可以，还可清以。楚吗？有点糊啊，那有反点正就糊啊，是，是吧？哎，我，对，哎，我你用的觉是手得，机哎，吗？这是哦。对，我看看他是不是他那个，我看一下啊，哦，我知道了，就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好的，哎，现在可以了吧？嗯，好，哎，那现在应该可以了。么，因为龚律师可能，这个律所这个可能限制使用这个腾讯会议啊，那么所以只能用手机啊。那么待会呢由我来给大家放这个 PPT 啊，这个那正式开始前呢，我还是这个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龚律师啊。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 TPO Hub 的和谈的第19期，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鸿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龚钰律师啊，那他今天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中国企业出海的合规风险和解决之道啊。那么，
我详细的来介绍一下龚玉律师啊，龚律师呢是鸿鹄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的合伙人，他领导的中国的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团队啊，那么他在这个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媒体、电信相关的监管交及交易方面呢，有丰富的这个经验。他曾经为多个行业的中国和跨国客户提供过境内外的法律事务，尤其擅长解决行业相关的复杂法律问题。龚律师的这个观点呢，经常被媒体引用，并且作为业内认可的作者发表 TMT 以及隐私相关的文章。那么 ALB、Legal 500以及 CBLG 均将龚律师评为 TMT 和数据隐私领域的领先律师。龚律师呢，拥有中国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以及有美国纽约州的律师职业资格，他还是国际隐私专家协会会员，也就是 IPP 的会员，持有呢，CIPP1、CIPP US 和 CIPM 的证书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请龚律师来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中国这个企业出海的合规风险以及解决之道。那么他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分享：第一呢，建立全球数据合规管理体系；第二呢，关注数据跨境传输的最新发展；第三呢，管理海外服务提供商的这个数据合规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龚律师，我共享一下屏幕。龚律师可以看见吗？哎，我能看见，哎，好，那非我常感全屏了谢。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行，这个好像还没法全屏。好，好了。好，可以了啊，好的，那个，哎，可以听得见吗，龚律师？哎，能听见，能听见，哎。好，那我就开始了啊。那首先非常感谢这个何老师的邀请，那也是蒙大家的这个时间吧，那能够有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那刚才呢何老师也对我做了一些介绍，那我也补充一下，介绍一下我们所吧啊。那我们所呢，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国际律所，那。我们的英文的这个名字叫 Burn and Burn 啊，比较有特点啊，可以叫 Two Birds 啊。那也是一个19世纪创建在英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啊。那我们所的特点呢，主要是在所谓的我们讲就是 TMT 相关的啊，还有知识产权、数据等等啊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这个长项啊，在欧洲啊，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讲欧盟地区。那么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排名都是非常领先的啊，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啊，TMT 啊，数据啊，还是 IP 都是非常领先的啊。在 GDPR 的这个生效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的一些律师也参与了这个 GDPR 生效过程中的一些立法的一些过程啊，包括我们很多律师也是在各个国家的这个数据保护机关啊，有过这种在其中任职的经历啊，所以呢。可以讲说我们的这个全球的数据保护团队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对于立法的这种掌握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于执法的这种态度和这个态势的感知啊，也是会比较出色的。那这个广告呢，就先做到这里了啊。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是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这个合规风险和这个数据的这个合规风险和解决之道。那么，其实呢，我在想，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列了三个这个 topics 啊，我们讲三个主题啊，就是我们主要内容啊，刚才这个何老师也说了，那就是我们下一页提到的说要建立这个数据合规的体系啊，关于部署数据中心和数据跨境流动啊，还有这管理供应商的这个。数据合规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其实呢，这三个主题呢，其实是我们从我们在过往的这种项目经验中啊，去
去提取的一些我们觉得对于我们的客户而言，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拿出来。因为今天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呢，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我觉得需要值得聊一聊的话题呢，就先拿了出来。那么，我之后讲的这个内容呢，不一定会都是按照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slides 啊，或者说这个幻灯片的内容去讲啊，因为我是希望说能够更多的是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讲到说要去建立全球的数据合规的管理体系。那这个呢，其实这是我们最近在很多项目中，这个客户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应该说从我们从业的经历而言的话呢，在这个需求其实是最早是在 GDPR 刚刚生效的时候，一些中国企业，一些比较早出海的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开始有意识的去准备说我要去做 GDPR 的合规，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是以一种我们讲是，有点像这个缝缝补补的这种方式，就是哎，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今天要上一个 app 啊，我来做一下。那明天呢，我这个要上一个产品啊，我来做一下。后天我可能哎遇到这个问题，业务部门给我反映了，那我去做一下。那么逐渐的呢，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企业开始去问我们说，哎，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说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这种数据合规的这种体系，来应对即这种在这个业务发展的过程中会持续出现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持续出现这种新的场景而不需要说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这个就是这种应激反应式的去做这种合规，而是一种更主动的方式做这个合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其实从不管是从费效比而言还是从我们去这个合规有效性而言的话，建立一个有效的这种合规的管理体系，相对而言是更加有效，也是更加这个更加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费效比是更高的一个选择。那么在做这个过程中呢，那怎么去做啊？这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那么，之前呢，很多企业会说，那，是不是说，那我需要这个，花很多的这个费用，或者说我需要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这个精力啊？我觉得这个呢，取决于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你的合规目标是在于说，我是希望建立一个这个。建立就是我的风险的偏好在哪儿？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要和我们在这个欧洲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的，这个我们的业务的这个大小，还有我们的业务的风险性要成一个正比也就是说，我的业务的做得越多我的所处理的这种数据的风险越高我处理的数量越大，我处理的数量越敏感，我所在的国家它的这个数据保护的水位越高，那么我在这里头投入的理论上是要跟它成正比的，对吧？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考量，也会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需要去考虑的，因为我们在企业在做这种决策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去和这个我们的业务部门去共同去决策，说，哎，我要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业务他会对你提出一个要求，说，那首先你就是我，你不能去阻碍我去做这做做去开拓业务。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可能对 budget 会有一些 concern，对吧？我会有一些想法。那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定这个目标，同时要积极的去和我们的这个业务去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那在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之后呢，那剩下的是我怎么去实现它的问题。那实现它的话呢，那我们去做这个去建立一个全球的合规体系，其实第一件事情倒还不是去说我的体系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啊，更多的是说，那我要选择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标准啊。那么这个标准怎么去选呢？它其实有几种方案去选。其实这个也是经常问的，说，哎，我可能在全球的多个的法域可能都有业务，
那么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啊，或者在这个或者在中东啊，或者在非洲，每一个不同的地区呢，它所遇到的这种法规的这种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径去做我的合规？比如说，我是选择其中一个较高的水平，然后把这个较高的水平推广到每一个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是说我去再综合每一个标准，取得一个相对来讲啊，这个能够满足大部分地区的标准，那么对于其中某些地区做一些特别的这个规制，那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整个集团的这个全球的这种合规体系是一个割裂的体系，我们目标一般还是要去建立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一致的体系，这个对于我们内部的这种合规的管理也好，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集团的合规意识、合规文化的培养，还是说我们从一线人员进行这个合规的这种实践中的操作也好，其实都是更有都是更有效的。那么这里头的话，其实也是有刚才我讲了两种做法，那这两种做法的话，其实都是有它的这个。都是有选择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总部在境外的啊，这种企业的话，它往往会根据说我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大小来去选择我的主要的这个合规准据的这个标准啊，是在哪个位置。那比如说我可能主要是在美国或者主要在欧洲，那么我就以欧洲 GDPR 来选择作为一个标准，或者说我可能在几地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时我可能是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个人信息敏感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行业里，我去选择一个更高的这个标准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 GDPR 去作为我的一个合规的标准，同时我去考虑一些各个地方可能有的这么一个标准，我把它综合到我这儿来，然后以 GDPR 为基干去进行实施。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个合规准确的选择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实践中会看到很多企业会做的一个事情叫做合规的这个法规的一个洞察就是我先把所有的我需有可能存在业务的这么一个地区呢扫描一遍，去看一下说，在我关心的或者我可能涉及的这些合规的领域里头，我到底有哪些规定然后我去看一下它每一个水位的，它的相应的位置在哪儿那么确定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水平可能是有高有低。那么我会去画一条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的这条线，或者说我们觉得比较合适这一条线，然后再结合我们业务在每一个地区的这种exposure，我们讲就是我们的风险的可能的敞口和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大小，去选取比较合适的这个基线。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说我可能先要知道是法规要求是什么法规要求是什么。那我知道法规要求是什么之后呢，我还有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很多时候，很多企业的朋友说，我肯定知道我在做什么呀。那这个其实不是不一定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给你一个 questionnaire 我给你一个问卷，然后拿去说，让你填一填来，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你的这个公司内，到底有谁在处理哪些信息？为了什么目的？流到哪儿去了？最后存储在哪儿？这些事情，你是不是都能够非常自信的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出来？然后可以拿出来一套，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记录，每一个都很清楚。如果你可以的话，那恭喜你，我觉得你这个的确是在合规上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但如果你没有拿不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你可能会想，这个好像，我虽然大概知道，但是，但又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很多企业其实都是这个情况。那么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知道这个我到底有哪些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些数据处理的行为的话，这个就需要去做所谓的 mapping 或者说映射也好或者说这种盘点也好，这个其实很多我们做过这个境内的这个数据合规的朋友也应该都清楚这个过程但是
清楚这个过程呢，这里头其实也要我们要去看，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什么？虽然大家都叫 mapping，都叫映射，但是在做这个数据的盘点的时候呢，那它的方式是有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样的方式或者说侧重呢？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目的可能是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专注于数据安全啊，或者说系统安全方面的一个盘点，我可能会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哎，我有多少系统啊？我每个系统里都有什么数据？我这个数据是通过什么链路传给谁的啊？那么这个链路上面大概有什么样的这个字段啊？等等，就它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更它是基于一个系统啊，基于系统去做的啊，它是这个呢。是一种方法论。那还有一种方法论呢，是，如果我们是从一个合规角上来讲的话呢，我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法律对于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法律的看法呢，最主要看的是它关注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基于比如说，GDPR 或者一系列这种基于 GDPR 进行，制定的这些法规啊，这其实很多。那么它通常是一个这种类似于。是一种这个基于目的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我在看数据流的时候，我可能不需要去，我们对于系统的关注可能不多，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你处理的目的啊，因为一个目的，它是对应了一个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数据的处理的这个行为，因为我的数据处理的这种范围，我的数据处理的方式，其实都取决于我的目的的这种。合法性、必要性，还有就是说我和这个目的的相关性。所以，当我确定这个目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在合规而言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从合规角上来讲，我更多的是从法规角上去采用这种方法论。也有可能我采用的是一个混合的这种方式。我在做这种映射的时候，我同时会把每一个目的下面所涉及的这些系统我也放进去。这种也是是会做更多的颗粒度的。那这时候的话，那我同时可以让，比如说我的 IT 会很清楚我的数据都在哪些系统里面是怎么流动的啊，这些。但是你的方法论一定要是一致的，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我做了一个这个合规的这种数据映射的时候呢，其实我采用的是这个是采用的是相对偏安全的这种方法论。那这个的话，你可能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能去帮你去实施有效的这种合规的这个行为的啊，或者说合规措施的，所以这个是比较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视的这一点。那么，在我做完了 mapping 之后，那么我现在就好，那我现在知道了，那么我现在有一个对于合规基准的一个认识，我现在又知道我在做什么，那现在下一步就是我要把这些东西对起来，我要把这些东西对起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所谓的，大家可能经常听到所谓差距分析。差距分析无非就是我划定的这一个线，这个法规的线和我内部实际的这种合规的所能达到的标准之间，它的差异大概是在哪儿？那么这两条线都要去划清楚啊，就是一方面我找到我在做什么，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标准是什么。那么你这两个都搞清楚之后，你才能知道说。到底有所谓哪些的差距？那差距在哪儿？那么知道了差距在哪儿之后呢，你才知道下一步说我要做什么，对不对？那举个例子说，我们去做 GDPR 的这个合规，对吧？那 GDPR 对于它的这种GDPR 它的这种这个基于数据的这种它的这个要求是一个基于合法性基础的，也就是说。我在没有合法性基础的前提下，我是没有办法处理数据的。而相对美国而言的话呢，美国它采用的是说，哎，除非你有违法情况的话，或者说有禁止性的这个规定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可以处理这个数据的。那它在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区别。那如果我采用的是基于 GDPR 的这种合规的这方式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看，说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合法性的基础。我在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先找到我是为什么，对吧？我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在这个我的这个目的是不是
有效的，我的合法性是基于什么？是基于这个同意，还是这个在就为了这个目的所进行的这个数据处理的话，那是基于这个同意，还是基于比如说合法利益或者合理的利益，正当利益，还是基于说基于公共利益等等啊？那如果我是采用的是另外的基线的话，那是另外一套标准，那你的 gaps 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其实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也就是说，不同的基线可能带来的你这个合规差距的结果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中间的 gaps 之后呢，那我就要去想说，哎，那我现在要去做什么啊？那么这里头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同的这套制度啊。这套制度呢，它最基本的一套呢，其实。最基本的一做法是说，哎，我要给你做，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说，比如说这个组织性措施啊，这个技术性措施啊，这些我们都可能清楚。那么你怎么去体现这些东西呢？那它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维度去做这个事情。那么第一个维度呢，是说这个，就是说我在一个，在一个书面上是不是有这么一套制度存在，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书面上没有这个要求的话，达不到这个要求，我需要做的这些文件、协议、记录都没有，那么你是很难去运行的。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你等于是没有标准去做的。那么你的这些 gaps，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这个规则？去进行相应的这种补救，那么你是无章可循的。所以首先是建立的是一套这种书面的体系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政策啊、通知啊等等，这些你必须要有。那么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那我在应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各种机关进行检查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去证明给他看说，哎，我的确是有做了合规，而且是有这个合规的这个证据的啊。那么这时候的话，你可以给他看说，你看我记录了所有的处理的方式啊，我对于所有第三方处理我也有相应的记录啊，我有和他们签订这样的合同啊，我有给到通知，我有拿到同意，那么我对于合法性基础我是有过分析的啊，那我也做了相应的这种影响评估啊等等，这一些我们都做过。这个时候的话，你拿出来这些，那么能证明说我的确做过这些事情。那么这是一个基本性的，那么我们需要去做的。当然不同的法律下它要求的文件会有一些不同啊，会有一些不同。当然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基于 GDPR 体系的。那为什么我们讲基于 GDPR？ 因为它基本上是我们大量的国家去进行立法，包括我们国家其实在立法的时候也参考了，对于 GDPR 进行了非常多的借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第二个层次是说，我怎么把这一套书面的体系真正的能够应用在我的实践中去啊？因为你的实践中的这个操作呢，就是说大家的这个业务是动态的，你可能会不始终有新的场景存在，你有新的供应商进来，你有新的这种业态啊，这种商业模式，有新的产品出现，那么你都会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数据处理的目的方式啊，这种合法性基础，甚至你都可能发生变化。那么我能不能去随时的去进行对应呢？去对应的进行调整，那这就牵扯到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文件融入到我的这种商业的这种或者说业务流程中去啊。那么这其中呢，其实我觉得是最难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了这些文件，那么一线的这个我们的同事，业务的同事也好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同事也好，他知不知道怎么用，他愿不愿意去用，对不对？他或者说我怎么确保他用了，对，我怎么知道他用了，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流程如果没有在我的雷达上面，根本就不存在，我看不到他做了什么事情，那么怎么办，对不对？那我有这套系统，
法并不能给我，就是它只是对于在我做了 mapping 的当时的当下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啊，或者说一个建立了一个相应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实施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么就这就代表着说，它过了，比如说半年、1年之后，我的体系中可能又会出现了新的 gap，出现了新的这种漏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说，很多国家要求说，哎，你要不要做一个什么这个数据审查啊？这个没有的要求半年一次，有的要求1年1次等等，这不同的要求，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再去看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变化，有没有新的这种问题出现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定期的去做这种自检、自查、自纠的这种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在我们的这种审批流程中啊，在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启动的过程中，我怎么去把这个，比如说我的 PIA、我的这个 notice 也好，我的这个通知也好，我的这个取得的这个同意的这告知也好啊。我怎么能让他必须要经过我这儿之后才能去，才能拿到这个绿灯，才能去进行？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讲是所谓的设计的隐私啊，privacy by design，就是说他你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就融入到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业务过程中去啊，这也是他更高的一个要求，也是他更高的一个要求，这个其实。大家听起来的话，可能觉得我希望呢，就是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也就是说我在建立这个过程中的话，那我去寻找一个好合适的这个合规的这个标准，我去找清楚我现在进行的数据处理活动，我去看到我在中间存在的差距，我去进行一个补救，建立起我的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这种体系，那同时呢，我要把它在这个业务的实施的过程中，去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推进，或者说持续的进行一个实施，那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的这个建立，它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的建立，那么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的合规体系。当然了，在这里头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认证呢，那我觉得这个呢也其实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啊。因为这个认证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之后，哎，万事大吉了，那之后拿着这个东西就去给这个 DPA 看了啊。因为现在而言的话，没有哪个 DPA 会因为仅仅因为你做了认证，他就认为你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这个认证的主要作用呢，它更多的是说，我怎么就是通过这个认证的话，给我自己做一个体检啊，然后去，它是一个有一个体。它其实是一套体系的一套方法论，来帮你去改进。当然，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几个认证体系也有它各自的侧重了，也有各自的侧重了啊。其中，比如说我们知道的27001啊，包括还有美国的这个 TRACE 啊等等这些，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的特点。去做啊，去做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体系可能不适合你啊，或者说你的业务的这种也相契合，那么你可以不去做，这不是一个必须的。但是它是一个会让你去发现不足的这么一个，然后进行改进的这一套方法论。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些呢？它是一个，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上去实现一个建立一个合规体系的啊这么一个方式。这些认证体系呢，更多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呢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啊，看作我们的一个合规的工具。那好，那这个第一部分，那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先讲到这儿。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说关于部署数据中心和数据的这个跨境流动啊，跨境流动。那么这一块呢，为什么去讲这个部署数据中心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在也是经常
问到的问题，说，哎，我们公司现在业务已经成型了啊，我们要在世界的这个我们的几个板块中啊，我的这个数据要把它集中的去存储啊，集中的去管理，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对于数据而言，你不管从这个安全的管理上而言，还是从你的这个业务的这种有效性的，或者说这种效能或者效率的角度上来而言的话呢，把它进行一个集中的管理啊，其实都是会产生比较好的这种效果的啊，对，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的。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啊，更多的是基本上大的这种计算公司，跨国公司他们都会有设置这种全球性的或者区域性的啊这种数据中心来存储数据。那同时他们会甚至会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公司来负责全球的所有的这种数据中心也好呀，或者说一些 IT 平台的一些设置啊、维护啊、运营啊等等，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趋势，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那么从我们法律或者说从合规角上来讲，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去看呢？那么这里头其实涉及的一个点，但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去考虑的这个这个地方。那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呢，可能就是说，那个一个就是这些国家的法律环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么它法律环境的不同呢，会对于数据流动本身会产生一些障碍，会产生一些障碍。那么如果这些障碍阻碍了你的这种数据流动，那意味着你的这个区域性的数据中心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收集，或者没有办法去接受某一些数据的传输。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把你的这种规模效应啊，造成一定的这种不利的影响，对吧？我们其实讲的这种阻碍呢，其实也应该讲就是，基本上都是因为，就是说现在也是一种趋势吧，就是说很多的国家开始逐渐的对于数据的流动进行监管啊，进行监管。那当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去阻碍这个数据的流动，因为这个其实各国的这个监管部门也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它是一个这个全球化啊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啊。虽然可能现在会有一些反全球化的一些这个这种回流吧啊，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是一个趋势啊，是很难去逆转的啊。那么，但是同时呢，为了保护数据安全呢，各个国家也会比如说颁布很多的法规去监管这种数据的流动。那么，如果比如说我把我的服务器，我的数据中心放到了一个这个国家啊，对于数据的出境啊，会有比较大的这种比较严厉的这种监管的情况下，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数据传进去之后可能传不出来，因为我要设计是一个数据中心，我是要有数据的进和出啊，那我不能只进不出，对吧？我也不能只出不进啊，任何一个都不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选择这个数据中心本身就要考虑我这个数据中心所在国，它的数据法规对于我的数据的流动会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影响啊？当然，我们讲就是你设置这个区域性或者全球的数据中心的时候，你必然要考虑的一点呢是说，那么，就是我的这个技术上，比如说我的响应速度啊等等啊这些是不是？包括我有没有这个合适的这个供应商，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啊，那它的这个基础建设水平啊，它因为你的数据中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稳定嘛，啊，是一个稳定嘛。那么如果是一个对吧，它的这个基础建设水平比较差，或者三五不时就会停电的这种国家的话啊，你可能也不会去建它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网速出口的这个速率就非常低啊，那你可能也不会去选择它。但更当然，我们今天考虑的主要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出入都会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适宜作为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个进行部署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呢，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个企业在选择这种全球的数据中心的部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相对趋于一致的选择啊，会有一些比较，会有一些国家会成为一些我们看来是好像比较流行，是为什么大家都部署在这儿啊？那它其实部署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的话，我想都是其实都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考察，然后研究才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除此之外呢，那我还要去考虑一下，比如说这个那么我比如说我这个数据中心设置在某一个国家，那么它要辐射的这个区域内，向它传输这个数据的这个国家，或者说要去访问它的数据的这些国家，会不会可能？对，受到比如说他本国法律，或者受到这个服务器所在国法律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如果这个服务器所在国对于这个接收方的这个国家的数据保护水平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啊，那么如果你的服务器是需要 cover 这些国家的话，而且这些国家需要从你这个服务器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国的这个服务器上去，去，比如说去 retrieve 去拿回一些数据的话，那么你可能在进行相应的评估的时候就会比较费劲啊，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点问题，你就很难去说 justify 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能够达到我相应的保护水平的，如果它达不到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向他传输数据，那你的这个安排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这也是这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就是那么服务器所在国，它对于它的数据的向外传输的时候，它对于这种接收方的这种要求有没有？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么受辐射的这些地方，那么它的数据保护水平到底如何？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另外就是说，它如果向这个服务器所在地的国家去传输的时候，它又有没有一些影响？那比如说，我可能这个服务器所在地，它自己没有什么规定，你传进来传出去啊，我都不管。但是呢，它这个国家本身的数据的保护水平是不被认可的，或者说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你如果从一个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向他去传的时候，那么这个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啊，比如说欧盟，他就要去评估说，哎，我向你这个地方去传数据是不是安全？那么如果他认为你这个国家不安全，那么那么你又没有办法去采用相应的措施去保障它的这个传输安全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传输。那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这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服务器的这个部署的时候需要经常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其实，应该讲，其实也，我觉得方法论上并不复杂，但更多的是说，我怎么去这个有效的把这些信息去提取出来啊？那我肯定也要去了解这些国家的法律，我要知道怎么去做，那我要怎么去整合，然后去洞察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哪个国家更合适去辐射哪些国家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后我们要去很明确的去讲的一个事情。那么，既然讲到这个部署数据中心呢，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数据跨境流通呢，那我们就是举这个，欧盟吧，欧盟的这个 GDPR 啊，作为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但这一块呢，我也不想展开，因为它其实是大家可能很多经常做的，可能也都比较熟悉了啊。那我就大概讲一讲，这个给大家一个演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是怎么会可能会影响。那么比如说在欧盟的话呢，它其实有几个路径啊，这几个路径呢，它是一个类似于这种就是阶梯性的啊，那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啊。那么第一个路径叫做这个充分性认定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说吧，简单的讲是一个白名单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你传给他，我就认定啊，你不需要去采用这些后面的啊这些。这些这种我们讲就是说保障措施的话啊，它默认它的保护水平跟我是一样的啊，或者说至少不低于我的保护水平啊。这些国家在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亚洲的话也有啊。
这个日韩啊，那么大洋洲也有啊，甚至美洲啊也有南美洲也有一些国家啊，当然这个这个美利坚和中国呢都不在这个范围内啊，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中间也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曲折，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10M3案件啊等等啊，这个我们就按下不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适当的这个保障措施，那适当保障措施意思是说呢，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这不是在这些国家的话呢，那我呢就必须要采取，比如说这些保障措施中的一个啊，来保障它的传输。那么这里头如果从我们这个去设立这个服务器的角上来看的话呢，那么设立这个数据中心角上来看呢，那如果我放在欧盟的话，对吧？那我就要想说，哎，如果我的这个数据中心在某一个这个相对数据保护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它又不是在白名单国家的话，我如果想要它去辐射欧洲的国家的话，那么我怎么去做，对吧？如果它我没有把它放在欧盟国家，那么我怎么去做，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优先考虑白名单国家，对不对？那如果不是没有白名单国家的话，我就要去想，那我就要开始想保障措施了。啊，当然，通常呢，大家选择可能是就是，我如果收集欧盟的信息，我就放在欧盟啊，这个是很多企业会采取的这个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考虑说，那我放在欧盟的话，我中国要不要去访问，对不对？我中国如果也要去访问的话，我要去考虑把它传到中国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我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团队也要去访问这个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也会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要去想说，那他们去访问的时候又会发生一个传输，那么这个传输的话，那我是不是也满足这个欧盟的要达到同等保护水平的这个要求？如果这个国家达不到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措施，就是说啊，那我要采取这种适当的保障措施，其中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这个 BCR 啊，就是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啊，这个是很多大公司会采用的一些方式，不是所有公司都会采用，因为 BCR 是需要这个 DPA 去审批的。那么通常是有一定规模的这个公司呢，它才会去做这个BCR 的这个审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个所谓的 ICC 啊，就是标准合同。那最近大家也是铺天盖地的啊，看到这个我们各个的这个文章啊、公众号呀，其实都在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标准合同呢，其实也是应该是源于我们国家标准合同，也是源于这个欧洲的这个保障措施的其中的一种啊。这也是目前在欧洲而言的话，向境外传输最流行的这个方式，也是最流行的方式。那么，还有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五项是这个认证机制啊。认证机制呢，这个大家可能之前也听说过，但是这个认证机制和我们所通常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认证机制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就按下不表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去讲这个数据出这个欧盟数据出境的这个话题，那如果这三个也达不到呢，那怎么办？如果这三个也达不到，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你不要去向这个国家去穿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个别情况下是可以去做的。啊，那个别情况下的话，比如说你拿到他同意，你为了履行合同所必须啊，为了公共利益也好啊，等等啊，这些，你如果是涉及到少量的数据主体啊，偶尔进行跨境你是可以的，所以他其实开了一些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欧盟这个呢还是给了很多可能性，但是他其实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呢，那他还是有所收紧啊，收紧在收在哪儿呢？大家可以都如果。我们从这个上面讲下来呢，大家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签个合同就行了啊？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很有吸引力啊，很有吸引力。那么这里头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个变化，就是所谓的这个后 SRAMs 时代啊，就是这个变化啊。那么马上何老师翻到这个后面这个后 SRAMs 时代的这一些新的一些动向。那基本上来讲，后 SRAMs 呢，这个案件呢。它其实最早呢是针对的这个，针对的是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数据隐私港啊和隐私盾啊，那
慢慢的呢，后面又出现了，就是开始对于这个 ICC 本身这个有效性啊，这个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么最后判定呢，说这 ICC 还是有效的啊，还是有效的。但是呢，他认为说仅靠 ICC 是不足够的。那他增加了什么呢？增加了一些，最主要在于是说他要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啊，采取一些补充措施。补充措施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你要欠 ICC 之外，你要采取补充措施来补齐这个，使这个目的接收方他能够达到这种相同的这种保护水平。也就是说，那你签完 ICC 之后，你要去想说，哎，我还要做什么？那这个怎么去发现我要采取哪些补充措施呢？这个呢，就我们讲说，你要去做一个这个传输的影响评估或者传输的风险评估啊，去发现说，哎，到底我需要欠缺什么？哪方面我到底哪方面没有达到，对不对？你到底哪方面没有达到？说到底就是仅靠合同，它是现在的观点是说，我不相信你只靠合同就能够进行有效的约束，所以你必须要去证明你采取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去部署这些服务器的影响呢，就是说，那如果你要想从欧盟向境外去传，对吧？不管你是服务器在欧盟啊也好，还是境外的这个数据中心在境外，还是数据中心在欧盟，那你朝境外去传的话，你每一个国家都要去，任何一个从欧盟接收的国家，你都要去分析啊。你要签了这 ICC 之后呢，你要去分析说，哎，我这个传输是不是有效的啊？那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补充措施？不同的国家可能还有不同的这个补充措施，所以你可能就不会想要说，去把在欧盟的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数据传输做得特别的广啊，特别的广啊，因为这个的话，就是你的合规成本可能会增加，可能会增加啊。那么下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英国脱欧呢之后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动向啊。那这个动向呢，其实并没有脱离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欧盟的这种方式，因为其实，因为欧洲，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呢，那它也就被排除在了这个欧洲的这个欧洲之外，那么它被视为的一个第三国啊，视为第三国之后呢，那现在说那么现在就是那么 UK 它也很快的去反应了，他说我出了一个 UK 的 GDPR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我来，那么你来认定我是不是也是个白名单国家啊？后来给他认定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啊，当然是一件好事。其实，这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把一些服务器放到英国呀？啊，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可能性啊。当然，现实中我们可能看到，其实大量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放在英国啊，它可能很多时候它会放在，比如说像德国啊、像爱尔兰啊等等，这些国家。那相对来讲的话，因为我不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因为我的这个数据中心一旦建成啊，我是不会轻易去搬的。那么对于英国而言的话呢，它因为它的这个充分性的认定是负时限的啊，也就是说它只有实施有效期四年啊，有效期四年之后，如果它的有效性啊，因为任何原因啊，受到了这个影响啊，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说，那我的合规成本可能就要增加了啊。这所以，它这个目前的安排呢，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当然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也可能决定了说，哎，我如果要覆盖整个欧盟的话，我的服务器是不是啊，是不是会考虑放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啊，会更有效一些。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情况中所考虑的一些这个因素吧，这个考虑的因素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放在欧洲放在英国的话呢，那它其实也是会，也是它的这种方式也是基本上一样的，就是 ICC 啊，或者说在英国它像这种这个像一些非这个欧盟的这些国家传输之后呢，那它可能也是比如说你要么用新的 ICC 加英国的附录啊，要么签英国自己的这个。这个 IDTA 啊，这种协议，所以从这角上来讲的话呢，那它的就是英国的这种跨境的传输呢，它基本上是和境外的这种就是跟这个欧盟的呢是一脉相承的啊，也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只是说它仍然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在进行数据中心的选址时候，就要去考虑的就是说，我们不光要看现在，我们还要看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年内，它的趋势是什么？它是对于跨境的传输，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动议啊？有些方案可能会影响我未来的这个法规的发展，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出现，那么我们还是要去看它啊，因为我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做这个数据中心的投入，它是一个我们不说百年大计吧，至少它要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笔投资，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个集团的这种 IT 架构的设计啊，还有这个数据访问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啊，那么。如果它的法规可能发生一些变动啊，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我们，对于我们可能会产生影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能是要去考虑说，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去设置，这种，去设置这个，这种数据中心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们这种补充措施这些建议啊。那我们去讲这个补充措施的建议呢，它其实当然了，就是我们主要跟大家看一下说，那么你如果把服务器设在欧盟，或者说你要从欧盟去接收数据的话，你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某一个国家。他要从欧洲收到数据呢，那你首先你要去了解这个向第三国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进行核实这个跨境传输的依据啊，所谓依据的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啊，就是 BCR 是这个是这个标准合同啊，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些方式啊，那么然后还要去看第三国的这个情况，我要去分析说，哎，他这个国家的保护水平如何呀？实践中如何呀？公共当局对于这个。数据的这种访问啊，它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有没有有效的保护啊？那么下一步呢，我要去决定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这种补充措施啊？采取什么样的补充措施？这些补充措施呢，这个通常来讲就是，比如说像合同性的啊，比如说增加一些条款啊，也有些技术性的，比如说我对于它进行这个加密啊，进行加密啊。那么这个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说起来呢是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抽象，但事实上呢，就是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对于可能，尤其是甚至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啊，就是欧洲的 DPA，它对向中国传输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我们讲一定的担忧的啊，一定的担忧的，所以呢，它通常更倾向于采取的是这个一些这种技术措施啊，来确保说。你能够去保护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你这时候你要你在传输过程中，你可能就要去采取一些额外的这些措施来去确保它的这个安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在确定补充措施之后呢，然后你去比如说去比如说该去签 ICC 去签 ICC 然后这个该去。做认证去做认证啊，等等，那去完成你认为的这个评估之后认为的去采取的这个传输的这个方式，并采取这些补充的措施。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采取补充措施都能达到的。很多国有些国家他认为你可能采取补充措施也达不到啊，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你怎么去办？你怎么去做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是不是我？如果这些国家的数据，我是不是就不要放在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去了？还是我另外去放一个数据中心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所有这些规定，它在实践中，当我们去选择你的这个数据的这种传输的这种方式或者方案的时候呢，那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一角上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把这个欧盟的这种数据传输方式。进行一个进行一些这个进行一个讲述呢，来看一看说，哎，那么就是我们这种来做一个例子来体现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去设置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说，
那如果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再举一个比较切实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啊，那如果我的中国的数据要出境，如果我数据中心放在中国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数据中心，我的这个数据中心还要向境外去传，这时候你在中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对吧？那我们安全评估就要出现了，对吧？那我可能会，我在中国去汇集所有的数据。进行处理，把所有我收集的数据都放在中国进行处理之后，那么这个处理，那么其他的国家如果可以访问，那首先你如果达到100万，对吧？安全评估，如果你出境的数量到了这个10万、1万的门槛，你也需要进行安全评估啊。你那么这个就是你也确实，这那么这个就是你要承担的，在中国进行这个数据传输啊，所要啊这个面对的这种合规的成本。那么这个。这个安全评估，我想呢，就是，可能不一定所有的这个大家都了解，但是，至少我们看的话，安全评估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是一种就是类似于这种这种官方审批或者这种行政的这种审批的这么一个流程。那么你在没有拿到许可之前是没有办法去出境的。那所以这个相对来讲，GDPR 的这种出境的这种方式而言呢，可能。它的影响更加深远啊，或者说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会更大一些啊，尤其是它可能会带来，比如说，那我可能准备这个需要时间，我审批也需要时间，那么我如果再有发生新的场景的话，我可能还需要有补充的审批，需要变更的审批，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去设置这样一个数据中心，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面对的合规问题是不一样的。是每一个国家，它都可能面对它各自不同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如果就是这些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说，哎，我数据中心建好了，结果发现，啊，我数据传不出去，或者数据拿不回来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其实现在的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跨国企业的客户呢，他其实在面临的这种不同的国家的法律环境的这种挑战是越来越大的啊，越来越大的。那么，之前其实很多企业其实是在欧盟的 GDPR 的洗礼之后，那么他们都对于这个是有了一些认识了啊。那么刚刚适应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外企就发现啊，其实我们在中国在这方面也设计出来了很多的。具有我们特色的一些制度啊，那这些制度的话，他也要去适应，他要去学习啊，他要去面对。那么对于他原有的这种技术架构，他也要去调整，去想。那么我可能，他可能要面对是什么？本地化。那么，那本地化意味着什么？本地化意味着是说，如果我要在，如果我要在中国进行处理的话，那我可能就面临我要在中国设一个数据的一个数据中心。那么这时候我的数据中心就不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数据中心呢，可能会又开始分散性的去处置。那么这些法规的这种合规的影响给企业带来的这种挑战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啊，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关于出海这个服务器的设置啊，就是说数据中心的这个部署和这个跨境这个传输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个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举一个这个，再讲一个这个场景吧，啊，再讲一个场景，其实就是讲这个供应商的这个数，是很多的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全球化的这么一种这个这种服务的这种分布啊，就是说我的这个。我的系统可能是由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人在给我提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建立这个合规体系之外，那针对不同的供应商，那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我的供应商有可能是提供数据的，那这个的话，它可能优先级会大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平台啊，都是去外包的啊，都是外包给一些第三方，有些是 SaaS。部署在 SaaS 上的这个系统，那我们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系统，它
我们自己的私有云，但是可能是交给第三方去运营，啊，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时候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我们是需要去注意，需要去管理这些涉及到大量数据的这些第三方。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普通的这些供应商，对不对？它可能是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这个服务啊等等。那对于这些人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是不是因为对于这些人的话，那我们得到的个人信息相对来讲可能会数量少一些。那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可能主要是他们联系人的这些联系方式啊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能会跟他去共享一些这种信息，对不对？啊，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提供的是员工的这种数据的处理啊，或者说一种这个这种比如说员工的这些保险啊，或者说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这种类型的这种服务，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和他会有一些信息的共享啊？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呢，那我们觉得其实主要是几个方面需要去进行管理吧。一个呢是说，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准入啊，对于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服务提供商的准入呢，那我们一般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应该呢是对于这个要设计出来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流程。那这个流程里头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对于供应商是不是我们要有一套？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尽职调查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对于它进行一个背景的调查，那来确定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风险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里头有一些控制点，它到底有没有啊？第二呢，就是说我和它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应该讲是很多企业都会去忽视的，或者说在协议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愿意去面对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去签了一些商业的合同，那然后中间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流通，但是你如果去问他，你们俩之间是共同的这种控制者啊，当然我们用的是这个 GDPR 的 term，就是说我们讲控制者啊，或者说你是一个单独的控制者，还是他是你的处理，是他是你的处理者。很多的企业他说不清楚的，他真的是不知道。然后，那么，而且最有意思的情况是，你问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想要怎么去界定这个关系，他可能是一个说法，而你实际上去看他这个合同里头规定的这种双方对于数据的这种权属的这种，或者说他的双方的这种权利和义务的话，他可能和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不一致的。如果你再去看它实际上对于这个数据的控制和管理，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啊，这个是非常经常常见的这种情况。所以，那么我们其实经常会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说我在最开始签合同的时候，那我就要去给你讲清楚，说我们到底之间就某些数据，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有些时候你不希望他成为跟你成为共同控制者。有些时候你不希望和他成为一个共同控制者，有些时候你不希望他是一个控制者，你可能只希望他去替你处理。那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个控制者啊，我这些数据我有处理的方式啊，我有处理的目的啊，哎，他可能就去处理了。因为不同的这种角色决定了你双方之间的法律上的这种义务，决定了你法律的责任，还有就是我对于数据的权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说，一定要去谈啊，一定要去最早的时候要把它提出来啊。即使对方有任何的这个，如果对方有任何觉得他比较勉强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反而是应该去尽早去跟他讲明白的这个事情，说明他对于这个数据是有想法的啊，是有想法的啊。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还是非常注意的啊。那么下面就是说，我要跟他去签订相应的这种协议啊，要去签订相应的这种协议啊。不，那么这个是要根据我和他定位的这种角色去签署的。那再朝下面就是说，我要是不是对他有审计的权利？这个通常是在协议里会有规定的，会有规定的。那么数据删除之后，我怎么
去处理，还有就是等等，还有就是说，比如说，那我们就要讲说，如果我们针对的是不同的法律的话，我去处理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如果针对的是不同的法律，那么我是不是需要就当地的法律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我和我的供应商也好啊，或者说我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数据要发生流动，对不对？那这时候的话，它可能会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欧洲要签 ICC， 我们中国呢也要签标准合同啊。那有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义务啊。那我怎么在全球上去管理呢？啊，那全球管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挑战啊，这个就是一个挑战。这时候的话，很多企业说我是不是做一个模板啊？做一个模板之后呢，你怎么去面对说，哎，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个做法呀，对不对？我不同国家有不同要求，我中国的 ICC 和欧盟 ICC 长也不一样，那我需要签署的这个时间也这个方式啊，或者说需要签署的这种场景也不一样，那我怎么去进行这种调整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啊。那还有呢，就是说，那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进行数据处理服务的啊这种供应商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啊这些控制点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对于对它进行这种风险评估的时候，我可能要去看说怎么去做。那这时候其实这一块呢，也是会是我们第一部分讲的这种全球的这种这个数据合规的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具体把这个拿过来看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点呢，是要在它进行 onboard 或者说我们把它引入的时候，就要去让它去，就我们就要去检查的啊，看它有没有这个风险，比如说它这个有没有数据合规关，对吧？或者说有没有进行相应的培训，传输机制是什么啊？那然后数据的保留和销毁的过程是否，那么它有没有这种比如说这种技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措施，比如说这种我们讲这种脱敏也好，或者说这个加密也好啊等等，或者说比如说还有一些相应的这种这个内部报告呀，这种冗余备份啊，然后这些都有没有？因为它相对来讲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第三方，它是一个特殊的第三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包括我们前面讲到有些认证啊，这些认证的话，在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去看到说有没有一个第三方替他去进行一个背书啊，进行一个背书。那这个也是，就我们讲到前面讲到认证的时候，在这里头也会有一定作用。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对于处理数据的这些供应商的话，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些要求。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讲说会签协议嘛。协议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说，我们建议呢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需要有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我全球的大量的供应商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最好是能有一套比较这个标准的这种合同的模板。那同时，针对不同的国家呢，我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整体的目的呢，是为了他能够在实际签署的时候呢，为这个我们的业务人员所用啊。因为他很多时候业务人员说，我不是律师啊，我不知道你要签什么，对不对？最难的一点是什么？最难一点是说，我哪知道他是一个控制者还是处理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你，这时候可能就是你在律师在审合同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去多一个这个审查的角度，就是说我和他之间就数据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这个当然了，我们说数据处理协议，但很多时候呢，那也不一定一定要是以协议的方式呢，我可能是把它作为我的这个商业合同的一个附录，或者把它作为一个我商业合同的一些条款，我把它放进去。那么具体的方式，每个企业可能会有自己的这种所倾向或者最更喜欢的一些方式，那总的目的而言呢，是为了它能够去实施下来。如果我们去签一个协议，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说，可能不是特别的，可行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些条款放进来啊，把它变成条款放进来啊，那这样的话，那不会让业务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产生觉得是有额外的负担啊，这样，那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变成标准，我们的一些这个商业合同中的模板中的一个部分，
啊，让他这样的话，反而能够把它嵌入到我们去签署的这个过程中去。啊，那同时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律师呢，其实或者说我们合规人员呢，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去辨认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控制者、处理者、共同控制，还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其实也是，其实我觉得在从事数据合规里面，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难点，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它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区分，但是从我们去明确权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还是要去做的。那么除了这个数据处理的相关协议之外呢，那这个数据传输啊，那你如果涉及到跨境的话，肯定是要去做这种事情啊，就是我们要签该签这种数据传输的这种标准的合同啊，要去签。那如果比如说有些国家之间没有标准合同怎么办？我觉得没有标准合同的话呢，那这个其实就要看，就像我们说的，那你要知道这个国家对于数据传输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不对？那么它是不是涉及到说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你需要去遵守啊，一些特别的义务你要需要放进来，那你可能那么这个那你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去融到你的这个数据处理的协议里面去啊，那又是一个非常应该讲就是一个技术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了，对吧？那我比如说我签了一个这种数据处理的协议，那这个时候同时它有一个标准合同，那我是怎么样做呢？我是把标准合同作为一个附件，还是说我其实签了标准合同之后就可以不用去签这个数据处理协议，还是说我的标准合同只适用于某几个情况，比如只适用于控制者向境外传输的情况，那么其他情况我还要自己去研究，去自己去用新的模板去做。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双方都没有这种要求的话，我签没有这种标准合同的要求的话，我签一个什么样的模板是比较合适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在合规过程中去需要去研究的。当你在某一个具体的法律中，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我们去做像第三方处理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会好处理一些。但如果你是一个跨国的集团，你需要面对的情况就会是一个更多样化的一个情况，你需要是每一个法律的法规你都要了解，都要了解，然后你要去用好这个当地的律师去给你一个意见，这个律师可能是你的当地的这个 counsel， 你的当地的法务，也可能是你的外部律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很明确的知道你的工作的环境，你面临的这种法律的环境会更多样化，会更复杂啊。那么你在考虑的这些因素的话，要把这些都融汇进来啊，这个是对于我们需要企业去出海的时候要去知道去考虑的这个问题，也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有时候这个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这个朋友说，这么多的法规，这么多的企业，我这么多的这个国家怎么做呢？这个的话呢，当然一方面你有外部的这个需求，但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抓住你的合规的基线，你要知道你最重要的这个国家在哪儿啊，最重要的这个对你影响最大的这个国家是哪些国家，这些关键的问题你抓住了，那么其他的问题你就迎刃而解啊。如果我们就是去把，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国家，明天看到那个国家，我们会觉得这个无所适从啊，无所适从，会觉得这个我们的工作量会非常非常大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觉得你找到一条属于这个，找到一条对于你所在的企业最适合的这个路径，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怎么去能够以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个代价，去达到一个费效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合规的效果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数据律师也好，合规律师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企业法务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吧。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我这块的这个讲座这一块呢，我就讲到这儿了啊，就讲到这儿了。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们
可以去提一些问题啊，提一些问题，再进一步的去研究。好的，那龚律师你先休息一下，那我关于会务然后抽奖嘛，你休息5分钟，然后我们再讨论具体的问题啊。那么我待会呢会把大家问的问题综合一下，然后再一起给您这边，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好吧？好，那您稍微等一下，就是那咱们就是还是这个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回看呢，就是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明天呢会有一个，在这个小鹅通呢会有一个重播啊。那么重播的这个链接呢，需要大家去找我们公号啊，数据法盲或者数据保护官的那个龚律师的这次讲座的那个宣传的公号的公号文的这个文末去找那个二维码加入啊。那么我们明天会发到那个群里面啊，不再一一的发送啊。另外，关于今晚的课件呢，那么征得龚律师的同意啊，那么大家可以向我们单独来索取，我们也不会群发。那么如果有需要，那么要想这个课件啊，就是单独去索取啊，我再推一下。好的，好吧，有问题到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问他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抽奖啊。那么抽奖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是奖品还是两个嘛。刚才一开始就跟他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圈子相当于一个知识星球啊，那么或者叫知识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合规实务课程啊，那价值呢都是699。那么抽中的人呢，可以在其中二选一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个抽奖。那今天呢，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一样的，就输入我们这个组织的 DPO Hub 和数据保护官，就是我们的英文和中文啊，那么连在一块，不要有空格啊，也不要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符号啊。如果你写的跟我们指定的内容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是没法获奖的啊。那么现在就开始啊，那还在线的这个同仁啊，你可以输入啊，3分钟啊，好吧？那这个不要写错啊，DPO Hub 数据保护官写错了，那是不能获奖的啊。中间不要有空格啊，好吧？那么你们慢慢的设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龚律师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其中有一个同仁问的，就说目前实践中企业普遍会在哪些国家或者区域去设立数据中心？那会不会有一些行业倾向？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实践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也的确有很多是，我跟你讲，就是比较，就热点的这个一些地区吧，啊，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会设在别的地方，啊，也会有一些企业会设在别的地方，但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呢，是说这个像亚太的话呢，那新加坡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常我们会看到的一个，这个设置数据中心的一个地点啊。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啊，它正好可以，它居在整个亚太的这个中间啊，向下可以辐射到我们讲这个澳新啊，向上呢，像东南亚包括东亚啊，很多国家啊，它包括南亚很多国家，它也有，就是它相对来讲它的位置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数据，它的这个数据保护法规呢，在这个跨境流动上呢，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开放的啊。这可能和它的这种国家的经济和这个政策有关系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我们讲就是一个 hub 啊，是一个连接点。那它的经济呢，其实也是依据也是依赖于它作为这个连接点。那么这个连接点它连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
资本啊，另外就是说货物啊、人员，那还有就是数据，所以它的这个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所以呢，而且它的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整个的整体国家比较稳定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去比较愿意把这个税收中心放在这个新加坡，新加坡。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像在欧盟的话呢，那大家可能更倾向于说把这个税中心还是放在欧洲啊，因为如果你大量的数据都在向境外传的话呢，对这个可能在很多时候，会成为这个 DPA 的一个 concern 啊，他会觉得说你如果尤其你如果传到一个国家是不是在他的白名单国家之内的啊，甚至包括在中国，其实是这个ADPS 以前也发过一些这个 paper 啊，专门针对像这个。我们把我们中国啊、俄国啊、北朝鲜啊，就是写在一起啊，然后来说是这个我们啊，这个税率保护水平是没有达到他的水平啊，但是这是他一家之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对于像这个很多国家传输，他是有一定保留意见的。那如果你大量的数据的话，像中国境外传输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concern。那我们怎么去达到一个合规的标准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企业会想，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些不需要去传输的这些数据呢，我就把它放在欧洲境内啊。当然，很多人会选择德国啊，很多人会选择德国。那当然了，也有选择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像有选择荷兰的，有选择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取决于就是说你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地理上的这个侧重啊，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供应商啊，他在哪些国家的这个节点，会比较好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看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欧洲的话呢，其实像德国啊、荷兰这些都是比较也比较常见的啊，也有一些是在东欧的也有，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其实像regionally 的，就是说区域而言的话呢，那比如说我们要看到中东的话，那就是他也会选择这种类似于就是这种以，就是一个是政局比较稳定，法规比较稳定，相对比较稳定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基础设施比较现代化啊，同时，也是这种以这个连接为主的这种这个主为这为一个主要的这种经济导向这些地方，比如说像 UAE 啊，就我们讲阿联酋啊。卡塔尔啊这种国家，那它也会相对来讲会相对于其他中东国家会更有优势一点啊。那么，对于这个如果你要去那美洲的话呢，那可能你去北美啊，那有现在其实很多企业也会需要考虑把，尤其如果涉及大量个人信息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放在美国啊，这个的话你。超回传的话，你可能会有一定的敏感性啊。它可能虽然它并没有像欧盟和中国这样，它对于这个个人信息的境外传输会有一个这个从税上来讲，就是从税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说这种限制。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原因呢，比如说像国家安全啊这种，或者说这个投资安全之类的这些问题啊。那从这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你可能有些时候你是不得不放在那儿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就是你的辐射啊，你怎么去如果你的这个主要业务在哪儿，是在南美还是在北美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具体问题还是要去具体的去分析啊。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接着您刚才的讲，的确，这个很多的公司可能会考虑，尤其在北美有业务的美加墨的话，那可能会考虑把这个服务中心放在数据中心放在这个美国，但是这个美国呢，可能这个可能是个法务同仁啊。他就提出来很不适应啊，其实龚律师刚才在讲座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我们其实还比较适应像欧盟这种有框架的，对吧？你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几种路径，那么中国呢，其实也是有几种路径的，虽然可能很难，比如说安全评估，比如
是标准合同认证都比较难啊，在澳门最起码也有这样一些路径的，即使像 PCR，那么也是有路径的。那么美国呢就比较混乱，那它没有统一的这个立法。那么刚才呢这个龚律师其实也提到，美国有一些关于安全这个行业的一些监管，尤其是会犯这个国家安全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讲他就提到一个点嘛，就是说我们他可能是一家做太阳能的公司，主要的业务在美国嘛，在北美啊，那么他要想把这个数据拿回来，这个那到底是怎么去判断呢？你似乎从表面上看，他的这个标准是很低的，也没有什么没有找到什么禁止性的一些规则，那他的逻辑就是什么？那对企业来说，我怎么去理解这个合规？到底是这个数据不要拿回来好呢，还是说我拿回来也不要紧的？这个怎么去判断它的这种风险？还是说我拿回来以后，只要按照美国的法律去保护，那这个就没问题了？这个就请龚律师再来回答一下，这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这位朋友是不是之前也在其他的这个课上问过？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的一向的这个观点是说，首先你如果就是你有没有必要去拿这个数据，这是你最重要的数据，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是有价值的，那么你觉得拿回来是很重要的对你。那我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去合理的拿回来啊？如果这个数据其实你可以不拿，也可以拿，拿回来可能也没什么价值。那我觉得你其实也不是必须要把它拿回来啊，说明它价值不大。就是最终而言的话，你要看的是说这个数据对你的价值有多大啊，这个是你首先要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确定了要去拿，那我们就要去看说，哎，好，那你在哪个行业，对吧？那你在。在美国的话，它有很多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这么一个立法体系啊。就是说，因为您说的这个数据，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个人信息啊，还是说，一些行业信息啊？可能比如说，也有可能是一些，是一些比如说产能的信息，还是一些发电的信息，还是一些我 R&D 的这种研发的这些信息啊？在不同的信息。它所适用的这种这个法规框架是不一样的啊，它所可能触发的问题也是不是就是也是不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要看这个时候的话，那我要想说，那你要说清楚，说我拿的是哪些信息拿回来。那么如果你仅仅是把它传回来啊，那我觉得本身这个事情啊，它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构成一个违法的这个事情啊，只是说，如果你所在的行业啊，那你所在的这个所在的行业可能是，比如说他认为是一个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这么一个行业啊，或者说你拿的这个信息，他认为是一个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信息啊，那这时候的话，你可能就要触及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去问说啊，那相应的这个联邦法律、州法律，它对于我要拿的信息。在这个行业是有什么样的规定？有多大的可能性它会有这种抓手去对于你的这个数据的传输行为会进行干预啊？那么如果它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话，我相信就是你在美国的话，就是如果它没有相关法律，它也不可能去对你进行执法，它还是会就是基本的这个这个依法去行事的。它即使它有些。执法上可能未必都是我们讲是基于这种法律的这个出于这个合法的这个考虑，但是它仍然是要有一个法律的基础来作为它的支撑它的话，那你的风险是很小的。如果你可能触及到一些法律话，我们就要分析说，比如说最近几年，对吧？有没有相应的案例？有没有比如说哪些企业因为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啊？有没有这个最近？那么未来有没有这个动向？它可能去发生这个去比如说它可能在这块收紧啊，或者说这一块可能会成为一个这个执法的一个热点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要去看它未来会发生什么。
过去发生了什么，有没有法律的基础。那这些我们都看完之后，那我会给你一个风险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说这个风险是高、中还是低啊。那么如果你传输的时候你需要注意 A、B、C，那这些事情你注意了之后，那么你的传输的风险会可以从中降到低啊，或者说从低降到极低啊，或者说我们讲说你就是一个高风险，那么你即使做了，你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你的风险可能不一定能降低。那么他的这个结论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所以，我理解这个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的初衷啊，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是需要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个分析的啊。这个这位同仁其实问了很多次了，我也理解嗯。你的这个意图啊。那美国呢，的确是比较麻烦，他这个第一呢没有统一的立法，然后呢这个，然后现在呢的确是有些不稳定啊。那这个包括在 TikTok 的这种禁令啊，那这个其实是我的理解就是不需要太在意啊。那这个是有特殊的背景。那 TikTok 它的数据量太大，这个导致的。那你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不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行业啊，那我觉得的确，美国相对来说，就是刚才其实龚律师也提到，就美国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就出境没有框架，它还是主张一种这个自由的流动的嘛，对吧？只是说它可能是强调，就是美国的法律，即使你离开了这个美国，可能也要去适用，就是要保护这个像美国消费者的这个利益啊。那这个可能会有长臂管辖的这个问题啊。那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的确龚律师说的非常对。关键有没有你们这个数据有没有涉及到美国禁止出境的啊？就是一开始龚律师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逻辑是你要找到有没有这种禁止性的行为啊，如果你规避掉这些禁止性的行为呢，可能基本上就问题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踩到了这些红线，那么恐怕要注意啊。那所以还是要对行业，首先就是就龚律师刚才一开始就提到的，你们到底是什么数据，对吧？你要分级分类嘛，用我们的说法。对吧？你到底有没有这些行业数据和个人信息？到底有没有踩到这个美国的禁令，尤其是你们所在行业的这个禁令啊？那这个要特别的要注意啊。那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的啊。这个的确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要对法律进行查明啊，要详细的去论证的啊。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讨论得出来的，好吧？那接下来接着说，有同仁问的一个问题，说香港特区算不算这个传到这个香港特区算不算出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在香港设置中心，如果从香港的数据中心向海外去发送数据啊，这个要不要去遵循中国的出境安全评估？是吧？这个，因为，当然，香港肯定是我们这个，肯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特别行政区嘛，啊，那么从这个主权上肯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啊，但是从这个，怎么讲，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适用不同的这种司法和立法的系统啊，所以，从这角上来讲的话呢，那我们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呢，就是除非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法律它是经过这个人大的批准，它是被放在是适用到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那么我们的法规是不直接适用到香港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基本法的规定。那么鉴于此呢，所以像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呢，那除非是它明确的说我有域外效力。那么这个域外的话是指它的这个法域之外啊，也就是说，那么香港其实是被认为是一个域外的啊，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它是被认为是一个域外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的法律是不直接适用于它的。那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数据传到香港，那么也会被认为是一个跨境的这个传输啊，这个是比较肯定的一个事情啊，那所以呢就是。既然是一个跨境传输的话呢，那
我从我一个出境方的角度上来讲，那我必然是要去遵守中国的这些，出境的规定哈，什么该评估的评估，该签这个标准合同签标准合同啊。那我作为这个境外的接收方，我作为香港的一个数据接收方吧，那我可能会因此而受到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法规的这些管辖，比如说我签了一个这个 ICC 啊，我签了一个中国的标准合同，那我作为合同一方，那这个合同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法律管辖的，那它也就受到我们这个国内法管辖，那所以呢，这个合同双方产生的这个权利和义务，也要由中国的这个法律来进行裁定啊，同时你要接受中国的这种法律的这个中国的执法机关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管理啊，所以它其实它的这种适用呢，可能更多的是，除非你是适用域外效力之外呢，它都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合同的方式啊，来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法规要求来延伸到境外，但在根本上来而言的话，你如果是一个境外接收方的话，你受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合同的这种约束啊。就是我再也补充一点吧，就是补充一下龚律师，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还有一部分就是，从香港传到国外去啊，那这个呢，这个其实适用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的一个法律，因为香港有一套不同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框架的啊，那这个再出去就不是适用于中国的个保法。而是适用于香港的这个叫适应条例吧？对，这个可能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因为香港的地位比较特殊嘛，刚才龚律师也谈到，是属于国内境外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还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已经是9点多了啊。就是刚才有同仁问啊，这个就是龚律师在演讲一开始就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刚才记下来，就是他这位同仁可能是做这种信息安全的这个出身的，就是他们从安全或者咨询的角度来说呢，的确原来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来做这合规性分析的。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刚才龚律师也提到，如果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做的话，那如果脱离开这个系统，这个能做这个合规性的这种审查吗？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脱离系统而是说这个，应该讲就是，系统的安全和数据的安全呢，其实是合规的一个重要的一方面，也就是说，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我这也是我经常去讲，就是说，安全是非常核心的一点但是呢，安全不是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方面就是说，你有可能，我就经常举个例子是说。这个数据你可能把它保护得很安全，但是你仍然可能违法，因为这个数据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当的途径取得的那么或者说你的处理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这个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那么因为这为什么是这么讲呢？因为你除了安全之外呢，它有一些其他的维度，尤其是在个人信息方面。因为我们讲数据安全的时候，如果它不涉及个人信息呢，那它更主要的是说这个从这个数据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安全上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同时呢，就去考虑到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主权等等这方面的安全。那这个其实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数据的，就是信息安全之外的一些维度，比如说个人信息的权利的这个尊重，对吧？还有这个国家网络主权的这个遵守这些的话呢，它其实是我们另外需要去考虑的这些维度。那么，当我们去讲方法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律师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通常是需要和就是，我们做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同仁是需要去紧密合作的那当然我们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从我去建立一个合规体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
啊，那我来讲，就是说合规的话，它更多的是说你对于这个规定，就是说法律规定的这个符合，那么去怎么去解读它？那它这是就是说你去做到合规的一个最就是说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从我当然也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律师，我从律师角上来看这个问题的。那我最主要是说我要保证它是符合规定的啊。那么法律的规定呢，它在。第一个 level 上呢，它会规定你要去达到的这个达到了这个这个达到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啊。那么它在描述你要达到这些要求的时候呢，它不是从一个信息安全的角度上去描述的，它是从一个权利责任的这个角度上去描述的啊。尤其是在个人信息方面，那么它会告诉你说，那你的这个目的啊是首先要确定的，那么。你跟每一个相应的目的是有相应的这个方式啊，处理的方式，有相应的这个有相应的处理的这个范围啊。那么这些你处理的这个方式和范围和你的目的之间是要有一个必要性的一个连接。那同时呢，你从事，在你确定了这些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去告诉他，那么要告诉他作为一个告知，那么。在告知之后呢，我还要确保我的处理是有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啊。那么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这些呢，它应该讲就是说，这些它围绕的保护的不是一个信息安全的这个法益，或者说我们它维护的是一个个人的这个权益的啊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信息安全是你去保护这个个人的这个权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手段，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方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它都不完全是为了它的安全啊，更多的是说我怎么去尊重它有这个权利，它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它有一个被告知的权利啊，它有对于它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这种一种支配的权利。那这些权利我怎么去尊重它？那我需要通过一些这种法律的手段去。去保护它。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那我如果要去保护这些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必然要涉及到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说可以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在做这种比如说数据的这种盘点的时候，那如果我是做的是一个合规的这种项目的话呢，那我更倾向于说我是以一个法律的框架下面呢。我把安全作为一个它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把它作为一个数据的其中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为了这个目的处理的这些信息，我可能涉及到哪些系统？然后但而不是说，就是说我完全基于系统，因为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当我们要去和一个，当如果我要去做一个这个，当我进行一个这种法律的合规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啊，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完全基于系统去做的时候呢，那我可以写清楚说我这个系统啊，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系统，那么它可能每一个系统它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去传输，它同一个系统可能去传给多个人，它有可能多个系统传给一个人。那么如果我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的话呢，那对于我下一步啊怎么去进行，比如说我要去想。我去和谁签一个这种数据处理的协议？我和他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和他之间是处理者，还是是和处理者、控制者、共同控制者，还是单独控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是没有办法得出来这样的结论的。而相应而言的话，我如果要想知道我和他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和他要签一个什么样的合同，我怎么样去明确我和这个第三方之间的义务的时候？那么我仅有一个基于系统的这种这个数据的盘点是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就是我们在方法论上会有一个不同的侧重啊，会有一个不同的侧重啊，并没有这个说哪个会比哪个更好这样一个关系，只是说我们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去不同的方向上去实现这个合规的这么一个目的啊，只是说我如果从我的这个从法律的这个合规的从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合规角度上来讲。那我的方法论也就是要适用于我去达到的这个目标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才能去实现这个目标。但如果我的方法论和我的目标是一个错配，那我要安装什么样的这种保护的这种软件啊，要能达到什么样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水平，我肯定
不能给他这样的几个结论。那同样的，如果我要得出来是我要写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隐私通知，我要基于什么样的合法性基础，我要跟谁签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我用这个基于系统这个这种方法论，我也是达不到的啊。这个其实是同样的这么一个道理啊，大概是这样。对的，谢谢郭律师啊。实际上，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的，就是。我一直都说的这个要合规，其实是你法律管理和技术三个方面都需要的，就不是说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说就像这个评论有位同仁提到的，就是说很多企业会觉得信息安全做好了，这个其他的都做好了，对吧？实际上信息安全只是满足了这个。数据安全、信息安这个网络安全法的一个要求，对吧？我们还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和这个数据安全法的这个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信息安全不等于数据安全啊，当然有关系，但是很多内容还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位同仁提到说，能把信息安全做好就不错了。那实际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网络安全法实施了以后。公安部门的这个等保的这个推行还是非常有效的，所以网安的的确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就说到这个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啊，那说实话还离得非常远啊。那这个当然这个合规都是要投入成本的啊。那么作为企业来说，你肯定要准备投入这个成本吧。对吧？你不可能这个既想满足国家的要求，又不想投入成本。合规本质就是一种要投入人钱物嘛，那就是要投钱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最后呢，还是回应一下，就是刚才龚律师回答了以后，又有一个追问啊。那龚律师，你要不再回答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就是那么就有个问题啊。如果把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话啊，那么，从香港传出涉及到中国的公民的个人信息或者中国的重要数据，那么香港的法律是否是可以进行监管？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么，就是我觉得他可这位朋友可能想说的是说这个我从香港去进行这种中转，是不是会有什么优势啊？是吧？就处理这个中国应的该个是人这个信意息。思，他就说可能是说把这个数据中心放在香港，跟放在这个新加坡去比，那么这个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这个把数据传出去？那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呢，如果就是这个，其实取决于，取决很多因素了啊。当然，我们有一个角度是说，我从中国法角上来看，是说我把数据传到香港和传到新加坡，是不是有什么，传到哪儿比较那个会容易一点啊？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我们讲说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对吧？那是不是会有些特别的要求，或者说有些特别的优惠呢？那，目前我们没看到啊，也许未来也会有啊，但是至少目前看来的话，当然，你说如果是上市的话，那可能国家安全审查这一关你可能可以免啊，但是这个，但是你如果讲说你只是说把这个数据作为一个接收地的话，那我们目前看来，从中国传到香港还是中国传到新加坡，至少网信办并没有表态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这个规定，当然，如果未来我们也像，比如说欧盟一样出一个白名单啊，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香港放到白名单里面去？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设想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我们没有人能知道。那么如果比如说，咱不管传到哪个地方去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说这个当地的这个法规，对吧？香港的法规也好，这个新加坡的法规，对于你向境外传输，再去传输的话，有什么这个影响？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你要作为中转站，你要传到哪里去，对不对？去做什么啊？传多少啊？传的是什么数据啊？这些都会对于你选择新加坡还是选择香港都会产生影响。那么现在已知的是，从中国传出来，那么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你现在就要看说，那这两个地方，
那法规对于我向其他的第三国去传，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限制啊？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更多你就会考虑一些法律之外的因素啊。如果有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想想哪个更具有优势了啊。但这个的话呢，通常来讲，它并不因为你传的是中国居民的，它就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影响，或者说比如说你在香港，你传的是中国这个大陆这个内地公民的，还是说你传的是一个其他国家公民的啊？它是不是会有区别对待啊？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的啊。那它这个方面的话，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说需要去做一个比较踏实的去，就应该讲比较细致的去梳理一下，就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个是你要能够非常明确的，能够描述出来的啊。我的，比如说我的数据要传出去，传给谁，做什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基于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去选择在哪儿去作为一个这个数据中心，然后进行传输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大概我们的这样一个思路啊。对，谢谢龚律师啊，我觉得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有一点你，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里面要注意，就是说，你说会不会去，因为涉及到中国的这个居民的数据，那么会不会是有法律去监管？那这个呢，我们个保法是有长臂管辖的，也就是说，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只要你是涉及到中国境内，不仅是中国居民啊。你如果这个数据是从中国境内来的，那么你不管传到哪里去，其实这个个保法都有长臂管辖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在境外处理中国境内的数据的话，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这个当然了，就这个里面有个疑问的是什么呢？你传到香港去以后，属不属于中国境内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可能有个疑问，但是这种是有歧义的啊，这个很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基本上涉及到中国居民的这个数据，可能还是得按个保法的这个保护要求，或者说至少不能低于中国个保法的保护的这个标准啊。其实还有挺多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可以请龚律师再来跟我们聊一次啊，我觉得今天，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个，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聊挺多的东西啊。这个海外合规，尤其海外的数据合规，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啊。那么，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后续再跟，龚律师去请教啊，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全球数据合规管理体系去建设的话，那么的确会存在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而且从逻辑上也是不太可能的，对吧？那么怎么来按照刚才这个龚律师提到的，我们按照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然后做一些微调，还是说按照昨天谈到的这种亚马逊的模式，按照区块来啊？那这个也是一种模式，比如说美加墨啊，那我用美国的这个框架啊，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实际上就是合规呢，可能做不到完美啊。那我们尽力去做啊。那这个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包括这个数据中心的选择，其实很多的时候还要除了业务的方便、合规的成本、运营的成本等等综合考量吧，好吧？那么最后呢，还是这个中奖的是这叫做 Paddy 跟我们同事联系一下啊，那么具体的这个兑现啊，你跟我们同事去聊啊。那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在线的这个视频号啊，加上我们的小鹅通啊，近1000名的这个听众啊，这个坚持到最后啊，这个那么特别要感谢一下龚律师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座啊，干货非常非常多啊。那么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很多的内容还没展开啊，包括这个第三部分的这个对供应商的这种监管啊，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的国内的企业往往会去忽略的啊。这个也可以你后面后续还可以再讨论。那最后我们还是感谢一下这个龚律师啊。那么也欢迎下次到我们交大法学院来做一些线下的一些讲座和这种研讨会啊。那么，因为疫情过了以后呢，我们慢慢的会多起来啊，也期待跟龚律师这边
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和这个交流啊。那谢谢龚律师。哎，非常非常感谢何老师，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在线的这个观众啊，能够这个坚持到现在啊，陪伴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夜晚啊。那我也是非常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这个线下能跟这个何老师再进一步的交流。我也是经常会去上海啊，下回到上海的话再好，跟您在跟我联线下系。再去拜访。哎，好嘞，好，谢谢郭律师。要么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好的，好，好，谢谢啊，好，好，再再见见，啊，郭律师。哎，好，拜好，拜。拜拜。